这东西啊，六根拍解脱哈，心不好解脱的哈。我行菩萨道，不是讲去每一个店内吼，咱物件拢无甲买，不是安尼意思吼。不是讲啊，那拢无兴趣，安尼物件吼，入去拢总卖买吼，嘛不是安尼。因为男众跟女众无相共，女众要持家，所以女众吼对这逛商店吼，啊比较这价钱吼，他们很会比。啊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因爱持家。啊，男众吼，真正无习惯吼买物件持家，所以无啥会晓。哦，像我若去逛遐商店吼，我一入去煞，我戆去，我煞毋知要创啥，伊无习惯做遮动作吼。所以我若去商店吼，我一入去无偌久就出来啊。啊，奇怪，你来，你大概入去拢出来拢空空吼。啊，是因为无习惯这动作吼，啊，毋过男女众不一样，女众吼要持家吼，伊一滴味拢会较久，啊，这毋是歹，毋过，甲迄个，很喜欢那些奢侈的东西吼，不一样，诶，持家的人吼，伊对这日常生活，比如讲食的物件，伊会较熟悉。啊，伊咧买物件嘛很会选，啊，这是好的现象，吼、哦，毋是讲较看到看珍珠、看金嘛，吼、哦，你讲啊，我珍珠，我看珍珠很内行，我看金嘛很内行，或者是看手表很内行，迄种毋是好现象。你一入去寺庙，你一入去商店内底哦，是看上面按内行较好呢？看价，哦，看哦，有一些电器用品呢，还是看啥衫布料。你对这爱内行，啊，你千万莫讲对上面也内行，对皮类内行，皮鞋啦，哦，皮包啦，哦，什么 LV 的啦，哦。毋是讲，里面商店拢袂用买物，啊买拢袂用买物，啊生活之趣都拢害伊啊，嘛袂当安尼摇巴肚啊吼，所以是有选择性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哦，你的眼睛要怎么样维持好的水准啊？迄就是正观察，正思维艺术，哦，对于无好物件，你也要想，哦，会当。一旦没经验哦，再来186页哦，191经哦，如是我闻一时活住社会国其数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以眼当正思维，那您一定要想讲，我把酒杯来思维，当然不是把酒思维，是意。是意根的思维，不是目睭。但是，是目睭接触外境的。啊，虽然是意识的思维，但是目因为目睭接触外境的，所以你伫接触外境的当下，你也要正思维啊。所以爱看有这个意思，迄不是目睭的思维，是因为目睭爱接触外境。啊！伫接触的当下，你要我都思维，正思维，讲啊，我看啥物较好，啊，我远离啥较好，啊，我未念啥较好，啊，我若咧念的时候，我心里知影，吼、哦，袂讲会想啉酒的人哦，家己我都塞车，家己唔知影，哦，那这个都是正思维，观察无常，好、哦，所以者何？于眼正思维，观察无常故，于眼呢？以眼欲有贪断，好欲贪断哈，我说心正解脱，而且耳鼻舌身意正思维观察故，欲贪断者，我说心正解脱，如是比丘，
心正解脱者能自即说，好，能自即说就是家己我都确定讲啊，我已经断啊，啊，未够有这款念的生死啊，患恨以利所作以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所以佛说此经以诸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，好，这拢是要讲。注意反观家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还够有业？无解脱就是有业，哦，心无解脱就是有业。无到正思维、正观察，就是还够有业。再来188页，如是我闻，哦，一时佛住舍卫婆，其数及孤独言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若一言不是，不知不断，不离欲者。不堪忍正尽苦，哦，我都离苦，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于眼若是，若知若断，若离欲的离欲者，堪忍正尽苦，叫我都离苦，哦，所以于耳鼻舌身意若是，若知若断，若离欲者，堪忍正尽苦，哦，佛说此经以诸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。来189页，哦，193经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婆，哦，我们跳过去了，哦，190页，哦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于眼若不是，不知不断，不离欲者，不堪忍生老病死苦，哦哦，不堪忍的病就粗重，不活泼不自在，哦，你看有的人，哦，活泼自在健步如飞，哦，啊，那不是，哦，我们走一步跟他说，哦，这脚步有够沉重，尾巴都不叮当，哦，啊，就人未经老，哦，心就已经老了，哦，所以不能堪忍生老病死苦，哦，耳鼻舌身意不是不知不断，不离欲者不堪忍越生老病死苦，诸比丘，于眼若是，若知若断，若离欲者，堪忍。哦，超越的超越这生老病死苦。哦，因此哦，年纪大嘛不要紧哦，你爱超越。人讲哦，心老哦，心无老。哦。这修养真正有法度安尼，哦，心老吼，哦，年纪虽然大，但是，哦，心不老，哦，这个超越，哦，所以佛说此经以诸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，哦，这下来连续几个经吼，意思拢差不多吼，所以我们就往后吼，往后看吼，能看到197页吼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数及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一切无常，如何一切无常？说眼无常，再来色、眼识、眼处，哦，然后我们说这是根尘识，哦，眼是根嘛，哦，色是尘嘛，哦，眼识是识嘛，哦，根尘是三个合处，哦，啊，处料来受想思，这是心所，哦，作意处受想思，这是心所。所以若眼处因缘生受，那受就有苦觉乐觉，哦，不苦不乐觉，哦，彼亦无常。
所以嗯，你外面无常，你那那的心跟心所反应嘛都无常啊。耳鼻舌身意乎如是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生厌啊。哦，所以当爱修修噶吼，修噶袂讲的，讲最爱看外口的迄个五花八色的物件。啊嘛，袂讲诶，爱穿啥物偌水诶衫，也是讲，也是讲愈穿愈短吼。哦，过去是有人爱穿迷你裙吼，啊，即卖毋是吼，即卖有人爱穿这腰吼，一直落落，一直落落吼，落到用要落，袂使阁落啊吼。啊，其实迄即卖看起来，我拢感觉足歹看。欸，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哦。啊，佫有一款嘛足怪的现象，就是讲，欸，这个人都已经足老啊吼，啊佫穿个遮悬的吼。我刚刚讲，那也不太对称的感觉啦吼。刚刚好像一个竹竿站在那里，都无像人。哦。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个人说那是业的吼，业吼，所以人有很多很多种种的业吼，都也六根造成的吼，明明都已经有够累啊，要搁遐累，那是咩？那到底是不是有业啊？吼，我若讲吼。穿迄遐悬诶，穿一公啊！我吼当天都爱吼做出者脚底按摩，才会使吼，无吼会受不了吼。啊，伊我都安尼吼。所以这世间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业感吼，所以我们希望对这些无常能够厌啊。所以，不管眼根哪好，耳根哪好哈，希望我们都能够，哦，有清净的中道哦，诶，正思维跟观察，迄个表示一个人吼，看往看开，水准有够无吼，人啊一眼就知哦。你看，有阵时啊，看修行人吼，对这外面的境看久了吼，他刚刚讲，穿这个衫看得上好看吼，哈，像阮这款安尼，哈，啊个迄平底鞋吼，看开上顺眼哈。啊，无吼，五花八色吼，还看到会飞去吼。好，我们再来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说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眼生厌，若色眼是眼处，眼处因缘生受，苦觉乐觉不苦乐觉啊。以彼生厌啊！好，如是六根六尘啊，六处，这马兰公叫做六六经呐啊，六六经啊，这多少头前有位八经啊，蛮类似这款，这种意思。六尘六根六识。